下来方程老师要讲解这一题。他说啊，如这个图各开关能够通电的机位几率就是二分之一。那问你说电流从 L 到 R 它的几率有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发现这个电流啊，可以从上面、中间、下面任何一个地方通过。哦，只要上面、上下那个都可以。也就是说，它其实是上通过，或者中通过，或者下通过都可以。但是你要求三个 A 或 B 或 C， 这个写出来应该很多，那等于 A 加 B 加 C 减掉 A 减 B 减二啊，很差。那所以我们就换另外一个方式，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？就全部去扣掉不合了，全部的几率量是一啊。扣掉不合的几率是什么？不合几率就是说，这上中下都没有一个通过的才不合，不然我只要有一个地方可以通过就可以了，电流就通过了。所以上中下都没有通过。好，那因为这些都是独立的，所以上中下没有通过的话，那就是上乘以中，上 plus 乘以中 plus 乘以下 plus， 就是这个只要是用且的，你就可以变成相乘。好，我们讲过独立就是且的就可以用变成相乘，所以你变成且就可以相乘，但是或的不能用相乘，所以或不好算，变成且会比较好算。好，变成这样啊。所以一扣掉不合，就是这边不通过，这边不通过，或者这边不通过，各算出来把它相乘。那什么叫这个不通过呢？这不通过，它要通过的话，一定要这两个都要连起来才通得过。那只要有一个断掉就不行了。所以只要 x 断掉或者 y 断掉都不行。所以这里是用或，不是用且，是用或。好，那这个只有一个，那当然它没通过了。那这个也是用或，所以你就变成这样。那我们刚才有讲过说或。又不能变成两个相乘，所以你如果要求 A 或 B， 又要变成什么 A 加 B 减 A 减 B， 所以你再用一次全部去扣掉不合，那这两个都没有通过的不合是什么？不是两个都没有通过，这个 X 没有通过或者 Y 没有通过的不合是什么？是两个都通过吗？好，就是他没有通过，或者他没有通过，就是说你国文或者英文不及格，那不合是什么？就两科都及格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两科都两个 x y 都通过，好，才是不合。所以一扣掉两个都通过，同样这边也是一样，一扣掉两个都通过。那我们刚才说且就很简单，且就是两个相乘，所以就 x 的几率乘上 y 的几率 ，x 通过的几率。那就二分之一 ，y 通过的几率二分之一，所以这里就是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。好，所以这个一减掉啊，一减掉，括号里面是一减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。那后面这也是一样，一减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。那这个 pz 也是一样二分之一，所以这里是一减二分之一。好，那把它算一算，答案就是32/23，看看有没有。